看它很写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模仿大自然的大块明暗。一块一块要不要？好像要比较好。他就是要想哦，好，我们不要一定要他有就要有。你如果这样画画，把那个小孩就是，他会讲说：“哎，伯伯，你画错了，人家那里有一个那个东西，你怎么没有？”他会这样讲，孩子会讲。他不知道我们要什么。我画那个酒哦，我现在深刻的知道，同一种有变化，也就是有主有韵，有节奏韵律，这个东西是每一幅画都一定要。这个口诀很多，口诀很多。主角由天外飞来，配角由画中浮现。对，主角由天外飞来，因为它对比很大，好像从天外突然飞过来的。配角好像浮雕一样，有一半还在。还在纸上面，有一半是凸出来的，所以配角由画中浮现，它浮出来就。但是有时候会搞过头，搞过头就会痛哭流涕，那天就很痛苦。哦，不过基本上看到了。